星神力波动。严大师，我身怀师父这种器物，本就不能招摇，何况现在师父也出了问题，还是低调行事吧。哎呦，苏总管，苏总管，苏总管您来了，苏总管好。是他，严师今天亲临拍卖会，可是为我们蓬荜生辉啊！还不是为了紫月这丫头来参加你们丹仙池之争的事情，过来商议商议嘛。劳严师费心了。各位客官。欢迎大家来到万金拍卖场的拍卖会，希望大家都能满意而归。今天我们拍卖的第一件东西，是我们万金商会的首席供奉四印符师严玄大师所做的。竟然是四印符师，好强！丘陵剑，哎呦，哇，好剑，好剑，好剑呐！严大师的名头，我就不做过多无谓的介绍了。各位想必应该如雷贯耳。拍卖现在开始。我二百五，二百八，三百，三百五。草五品灵药，对精神力的修炼大有裨益。起拍价格200洋元丹。三百，三百五，四百五，哦，四百五。还有客官要加价的吗？六百。哦，六百！哇，出手真是出手这么大方，是不是救红子啊？对。哎，眨眼之间就是600枚洋元丹，果然是个小金库。这人买了精神力灵药，想必也是一名符师吧？是，不过这人的精神力为何有点熟悉的味道？不好，啊，嗯，啊，还是太招摇了呀。是那个臭小子。哦，两位都认识此人？无名小辈而已。紫月，你可觉得他和两个月前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哦，换了一套衣服，人模狗样。不，现在他已经是名真正的符师了。符师？难道他已经打通了宁安宫？可几个月前……没错，数月之前，他连精神力究竟为何物都不知道，也就是说，他修炼的时间才短短几个月而已。那倒是有点意思。照严大师的说法，此人倒是个不错的苗子。对了，玄素，几日后的丹仙池之争，严师的意思是，这位公子火急火燎的去哪儿啊？有位故人想邀你到万金商会内堂一叙，不知可否赏脸呢？敢问姑娘。嗯，可是严大师要见我。哦，看来果真是故人呢。公子不会不赏脸吧？反正是躲不过了。不敢，请姑娘带路。请。
那两条尾巴可要一同前往呢。啊，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？我嘛，是万金拍卖会的总管宣素。总管？怎么不相信盐城三大势力之一的万金商会有个女总管？岂敢岂敢！难怪方才薰衣门的探子都乖乖离开了。不知盐城三大势力是？孤陋寡闻的乡巴佬。城主府、万金商会、血狼帮，这就是盐城最大最强的三股势力。这位小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子林动，见过大师。小友现在应该已是打通泥丸宫了吧？若是小友需要，老夫可以助你凝练本命符印。大师的好意，小子感激不尽。不过，本命符印，小子已经凝练成功。你已经凝练本命符印了？小子侥幸有所觊觎，偶然得到了一种凝符之法。真的是本命符印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严师，看来您老的眼光果然是极准的呢。真是小看你小子了，上次见你时你连精神力都还无法感知，才这么几个月竟然已经凝结出了本命符印。还要多谢严大师赠予的神洞篇，也多谢紫月姑娘。谢我做甚？给你的神洞篇前三层，我本以为以你的天赋也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打通泥丸宫，可现在严大师过奖了，小子只是好运而已。本命符印是符师之根基，唯有凝练了本命符印，方才能够发挥出精神力的威力。哦，本命符印分为三种：本命符印、本命灵符以及本命天符。本命符印最为常见，而本命灵符则颇为罕见。这等符印能够变换形体，还具备着一些特别的能力，如空间之力、光明之力、吸收之力。吸收之力？怪不得当时反噬了古影的精神力，看来我凝聚的古玄符印的确是本命灵符，难怪当日古影如此惊慌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至于本命天符则更为恐怖，据说施展开来足以吞噬天地。啊，不必羡慕，你这小家伙的精神天赋已是老夫所见之人中的第一人了。哼，刚才在拍卖会上你似乎刻意躲着老夫，莫不是老夫哪里得罪了你？大师误会了，实在是最近我林家麻烦缠身，所以在盐城不敢太过招摇。麻烦缠身？可是指刚刚血衣门的那两个探子啊？林动，此次邀你来可不光是叙旧，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丹仙池？没有。不知何为丹仙池？所谓丹仙池，
其实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天地奇物，丹仙池之中蕴含着极为精纯的阴阳二气，若是能够吸收其中的能量，不仅能够快速进入元丹境，而且那所凝成的元丹品质也至少达到六星以上。哦，在盐城东部的一座深山中，我们万金商会就发现一处丹仙池，不过与此同时发现它的还有血狼帮。血狼帮？盐城三大势力的血狼帮？是啊，我们与血狼帮约定以比武的方式争夺所有权，双方各自派出三名年轻小辈，三局两胜。除了紫月，我们还请来了一位帮手，但还差一人，所以他我苏总管，林动并非自命不凡，只是我林家与血云门产生了点恩怨，我必须尽快提升功力，实在无暇顾及其他。公子要提升实力，我万金山会财力雄厚，必能助公子一臂之力，公子尽管提出报酬便是。也行，只要事后让我也去那丹仙池泡泡就好。啊！狮子大开口，丹仙池能量有限，那能随意让人泡？而且比武有我就够了，你只是来冲个数而已。若我不用出手的话，我可以不要任何报酬，但你们既然来找我，说明也没有十足的胜算吧。你你若能在比武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贡献，你所要的报酬并非不能考虑。二位见谅，我也迫于无奈，急需提高实力保护家人。惺惺作态，别拖我后腿就行。师父究竟怎么了？这样下去怎么能答应魏童？难道是进入的姿势不对？这师父空间漫无边际，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。难道是我想多了吗？谁？果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出来，若再不现身我便攻击了。正好拿你试试先前从古影那学来的化神针。想走？老鼠？混账，你才是老鼠。还能说话？没见识的混账小子，大爷可是天妖雕。什么天妖人妖的？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这儿的主人，当然在这里。你是石符的主人？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？如果不是火祖妖花，你再过100年也见不到雕爷。得亏雕爷帮你把妖花大部分的妖力吸收了，要不你早死透了。火祖妖花？哦，你是说阳原石矿脉里那神奇的妖花？
原来那时候是你。行了，反正现在石符在你手里，进出随你，不过别来烦雕爷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最近石符的力量一直在减弱，是你吸走的吗？只出不进的蠢货，你一直使用石符修炼，却不注入元力，活该石符没了能量。原来是这样，石符并非凡俗之物，所需要的元力恐怕也非比寻常吧。要取得这种元力，眼下就有个绝好的机会。你是说丹仙池？算你聪明。看来丹仙池是非去不可了。话说够了，说实话，雕爷我厉害的时候，像你这种蠢小子我压根儿懒得理会。你以前很强？一般般强吧，像你这种我以前放个屁也能崩死个万儿八千吧。那现在呢？哼，可惜我在得到这东西没多久就被追杀，最后只能拼得自爆，凝成妖灵躲入石符之中。自爆？哼，小子，你得到这石符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倒霉。没什么，以后或许你会知道吧。虽然你死了对我没影响，不过看在你没生坏心的份上，我还是提醒你一句，这东西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否则……这耗子怎么神神叨叨的？好了，说的也差不多了，你该干嘛干嘛，就当没见过雕爷好了。等等，你既然曾经是石符的主人，肯定还知道他更多的秘密吧？知道是知道，不过雕爷为何要告诉你？首先呢，我似乎能轻易解决掉你，其次呢，合作对你我都好。你已经自爆，肯定极为虚弱，你指导我熟悉了这石符，我或许能想办法让你恢复得快一点，如何？我需要能够调养妖灵的灵药，比如火祖妖花。那玩意儿很罕见，不过我会尽力，但你得先指导我变强，只有我的实力强大了，才能更顺利地帮你找到那些能够调养妖灵的灵药。我问你，这石符能否锻炼精神力？能，不过那可要吃不少苦头，不然的话也是徒劳无用。带我去。你确定？要战胜胃痛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好吧，跟我来。这石符空间很复杂，跟丢了，雕爷我可不管。就是这儿了，你释放精神力试试。啊！该死，别是被那老鼠耍了吧？这是